运动器械啊。平时咱打拳击吗？自己随便打的。有那个什么手套啥的吗？啊，有。我觉得大哥挺专业的呀。不，我自己瞎打。那咋买？当时咋先买的呢？我看好。哎呀，这个打拳挺累嘛，不是啊？挺能干啥？锻炼锻炼身体。不使劲儿，老不使劲儿，没有劲儿啊，人。啊。嗯。那这个是多少重量？十公斤呢。十公斤。哎，那平时就是锻炼这个，锻炼这个举多长时间啊？也就15个，就那么举。崔大哥平时酷爱运动，而且啊有着专业的健身器材。崔大哥说，平时自己住锻炼身体也是自己最大的爱好了。